也正催促着我们离开美丽温馨的校园。
回忆着这六年来的点点滴滴，我的身影仿佛在校园中轻轻荡漾。从一年级的黄毛丫头到六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在校园中的一切一切，有哪些事不让我印象深刻，有哪件事不令我依依不舍，他们都将成为我人生中最美最真的回忆。感谢爸爸妈妈，因为你们的关心，让我遇到问题时都能迎刃而解。感谢师长们，因为你们的指导，让我们在知识及人际的领域上逐渐成长茁壮。感谢好友们，因为你们的鼓励，带给了我们欢乐安慰。感谢学弟学妹们，因为你们的真情，让我们陶醉在快乐的天地里。心酸的别语许许多多，不知从何说起。毕业不代表人生的终止，而是另一个人生学习的旅程的开始。虽然心中难免会感伤，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会将感伤化为力量。升上国中后，大家尽其心力，用心做好每一件事，让母校及师长们能以69届的毕业生表现为荣。离歌初上，和风徐徐，该是我们展翅飞翔的时刻了。感谢师长及来宾们的叮咛及勉励，有了你们的祝福，让我们更有信心，可以不畏艰难迎向前去。朋友们，让我们道声珍贵再见，让我们带着浓浓的祝福来挥别金色童年的梦想，伴伴我成长的师长和母校。最后预祝可爱的母校欣欣向荣，也祝福敬爱的校长、老师、来宾及学弟学妹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珍重再见。毕业生代表苏文平，中华民国103年6月18日，毕业生请坐下。Thank you.
第二歌，一样再请第二声一样站立。啊，接下来我们行谢施礼。我们首先请两班毕业班，啊，国小的六年级的毕业班导师浩凡老师跟幼儿园的两位老师美柔主任跟怡静老师，请到前面来。有请我们学校的大家长校长也一起到前面来接受我们毕业班学生的行礼打理。请国小部的两位啊，朗朗，还有丹心，还有幼儿园的两位代表啊，请到前面来拿花束。好，请站在老师的面前，校长面前。好，献花。好，拥抱。校长站到了。老师来唱三个诗诗了。好。还有吗？好，那看样子就是我们代表几位代表了哈。江月也是，江月。好，一二三，一口令，行谢施礼，敬礼。礼成，欢送毕业生。好，我们请幼儿园的毕业班一一的跟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一一握手，我们就离开。待会礼物待会拿，好吗？我们先离开场地，好，好，来，幼儿园先。谢谢所有今天与会的所有家长们啊。